来，看把杨哥哥累的，给你擦擦。佳佳来啦！阿姨，好久不见，我来看看你。哎，燕子姐姐不在家吗？哦，我儿媳妇啊，回娘家去了。哎，你们快坐，我给你们倒茶。阿姨，不用了，这都快到饭点儿了。以前杨哥哥最爱吃我做的红烧肉了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杨哥哥，帮人家系一下围裙嘛。哎，好嘞。水来了。杨哥，你都好久没有吃我做的红烧肉了，快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和以前味道一个样，特别好吃啊。阿姨，你也快尝尝，看看有没有燕子姐姐做的好吃。燕子啊，她压根儿就不会做这红烧肉。杨哥哥那么喜欢吃红烧肉，燕子姐姐怎么都不学着做呢？哎，你还别说，佳佳这做菜的手艺啊，还真不错。不像我们家燕子，连个菜都不会做。燕子姐姐原来不会做饭啊，难怪杨哥哥都瘦了好多了。阿姨，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我以后经常来这做。也不知道燕子姐姐会不会介意，再误会的话可就不好了。燕子怎么会介意呢？你做的菜那么好吃，我们家燕子怎么能跟你比呢？来，杨哥哥，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金桔柠檬百香果茶，你尝尝。你要是喜欢喝，我回头再多给你买点儿。佳佳，你看你那么勤快，又那么招人喜欢，我呀。真想一直把你留在家里了。真的吗，阿姨？其实我们是啊。你看，我们家燕子啊，生完孩子啊，什么活都不能干了。现在我们家就缺少一位像你这样的又勤快又能干的保姆。妈，哎，佳佳，怎么走了？哎。